茫茫股海，您是否总是租套房心力交瘁？就让保险公司投资经理人陈彦荣正奇双分析师，产业选股加上独创 A 指标，科学认证过滤高低位阶，协助您在正确位置出手，让您的股市人生开始置顶。欢迎收听股市 A 指标，摩尔投顾10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各位中广新闻网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摩尔投顾证券期货分析师陈彦荣。好，那么目前录影的时间是在中午的12:02哦。那么彦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照惯例结个缘哦。如何结缘呢？好，第一个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孤二字的倍数计划班会员的行列哦，或者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粉丝团。那么包括用 LINE ID 搜寻的方式，我们中广新闻网的好朋友们，那么可以准备好纸跟笔，等一下啦，广告时间可以来抄一下 LINE 的 ID 哦。那么也欢迎大家来打开 LINE 当中的行动条码，来扫描LINE 跟 Telegram 的 QR code。那么加入粉丝团之后呢，记得跟彦荣老师互动，传个贴图进来哦，这样才看得到标股。好，那当然在第一波的翻本行情当中啊，很开心。那么三档代表作，包括一开始的这个锦硕汉磊。那么接下来呢，包括资金转进的这个茂达呢，档档都是强棒。那么茂达的部分呢，是在2月11号，好，那么6138的茂达是在2月11号236以下买进的，结果昨天拉到255了。那当然该收割的，我就带会员朋友先收割了，您不用担心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如果当时你有加这个 LINE 或是 Telegram 粉丝团进来，那么有留言777+1的，就可以看到标股哦。当然不只有这一档啦，包括像汉雷啦、锦硕啦，那么彦荣老师在粉丝团当中也有分享哦。那么很开心，我们锦硕的部分呢，低档区是在1月24号买进的，好，3189的锦硕是在1月24号在200块以下买进的，在2月10号的时候呢，228.5当天呢，9:18就已经发扣讯来提醒会员朋友做一个收割的。当然，你是我的忠实粉丝、忠实观众。彦荣马博诞生哦，也有提醒大家不要追高，所以股市当中哦，恭喜在探钱的机会是有的，好，但是这个模式怎么去运作？那这个方法又要怎么来运作？当然，如果好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个方法，没有关系，您可以先来跟着彦荣老师来加入孤二之倍数计划班的会员行列，先来赚钱。然后呢，其次再来预约初三段的技术班课程，来学习钓鱼的这个方法。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么大盘的部分啊，大盘在农历年前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是很不错的行情。那么第一波的翻本哦，在这一段哦，从农历年前拉上来，差不多有拉了700点左右。那这个行情其实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有做一些提醒。那现在彦荣认为哦，目前是一个1000点行情，第二波即将开动。好，1000点行情第二波即将开动。那当然这一次的开动，我认为啊，不是鸡犬升天哦。好，跟股票爱说理哦，只有一军才会先攻，好，一军才会先攻。当然，一军长什么样子，等一下做一个分享哦。那为什么会看说，一军的股票竟然先攻呢？为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哦。当然，重点的部分哦，那么这个是这条线是60日均线季线，这个是。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60日均线跟30日均线哦，都是持续呈现一个中多的格局，所以这是中多的格局没有错。那另外呢，10日均线哦，扣底的是低指数，它会产生一个助涨的力量存在，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不管是中线还是短线，它都有一个续攻击的这个机会。那为什么彦荣会说，一军一定要买一军哦，一军会先攻哦？为什么？那如果买到二军的话，还会破底哦。因为我在证券业超过16年的经验，所研发出来的这个 A 指标这个工具啊，它在最近并没有回测前面低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稍微保守一点。那所以呢，短线我的看法是认为你要用最严格条件来选股，那么才可以选到最标的股票哦。那好朋友们，如果
不知道如何来做一个汰弱换强，不知道如何来选股的，也欢迎可以拨打我们广告当中的电话，或者是加我的粉丝团进来，来跟叶老师做一个互动，来做一个讨论哦。好，那所以呢，分享第一波的翻本行情的喜悦，包括我们在过年之前所买进的锦硕汉磊，好，那么3189的锦硕，3707的汉磊，都分别拉了28块跟20块上来。那结果呢？包括在锦硕的一个收割之后，我们在2月11号转进的6138的茂达，那么这236以下买进的，昨天已经来到255了。当然你放心了，该收割的时候我一定会收割。好，所以真的是有进有出啊。那么该收割放口袋就把它放口袋哦。好，那当然这个模式是怎么做的？这个模式就是透过我的 A 指标的数据，只要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那股价就是最低点附近。所以过去很多人会输钱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你去做追高低档看不懂。那彦龙老师的 A 指标可以买到最低价附近，好，最低价当天是在锦硕的部分是在1月24号，我就在1月24号当天200块以下做一个买进的，那当时量也是缩的，所以很多人赚不到钱，很有可能你是因为低档看不太出来，你可能看到K 线突破了你才去追高，但是它常常是高点，或者说你看到出量的时候才去追，这个常常是高点哦。那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在低量区我就看出来的，我怎么看的？用 A 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我就看到它是低价，所以这个是投顾界的一个创举，也可以说是一个投资界的一个创举。好，没有人可以找到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在最低价当天最低点附近可以出现买点，但是我们 A 指标做到了，所以你会看到一档接一档，包括茂达，包括汉磊，都是这个模式。当然这个模式不是要赚这个小钱的，好，主要还是要赚大钱。好，包括在这个预创的部分，当时也是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去附近，后面就大涨一大段，好，大涨一大段。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跟上我们孤二之倍数计划班会员的行列，或者是来预约 A 指标的初升段的技术班哦。好，那当然接下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股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好，我们来追踪的是包括5371哦，那么李安导演是中华之光，那么电影得奖无数，那么还记得吗？我们的谜语猜到了，叫中光电。那中光电 A 指标数据看起来是有一个支撑区，那么在昨天跳空缺口出现之后呢，连续两天的一个横向，这个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一个表征啊。那但是它其实终归是要变盘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中光电留意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么这几天有变盘的机会哦。那么前三季每股盈余年增率是 46%，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营收的话呢是连续两季的一个两位数字的一个正成长，好，这个可以注意一下。那这个地方随时要变盘的，那么买进价有兴趣的可以来做一个咨询。包括森达科的部分哦，那么在昨天是一个杀盘，是有稍微带量的，但是今天马上留下下影线把它收上去，所以这个其实不宜看淡，不宜看淡，还是多方。那么对这个买进价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做一个咨询。包括金红的部分，你看到没有？这个融资融券是相当的安定，3141的金红，前三季每股盈余将近5块钱，融资使用率安定。那另外呢，在这个威盛的部分前三季每股盈余是1.7元，年增率哇不得了，超过6倍，那融资的使用率也安定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包括这个2388的威盛、3141的金鸿，以及3491的森达科，那么5371的中光电，如果对这个买进价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跟我们做一个咨询哦。好，我想孤二之的倍数计划班，一档三成，三档资金翻倍，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打拼哦。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想要参加会员或者是学习 A 指标的初升段选股的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做预约。如何预约呢？可以透过拨打0800电话的方式，或者是加入粉丝团留言的方式。粉丝团有 LINE 跟 Telegram 可以来做一个加入的这个动作哦。好，但是加入之后记得给彦龙老师一个贴图，我才看得到你哦。好，今天节目呢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也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拜拜。摩尔投顾110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进广告喽！有机金广米新上市，豪士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富里，我们砌做了一片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用秀姑峦溪上游全员灌溉，孕育出谷粒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中广听友价4包660元，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库二之倍数计划班，一档30%，三档资金翻倍，危机入市，危机入市，把握上半年最大千点行情。预约初升段技术班课程，邀请参加会员或加入粉丝团，欢迎拨打08006680850800668085，或加 LINE 小老鼠JUK 2515J 小老鼠 JUK 2515J， 邀请参加会员或加入粉丝团，欢迎拨打0800668085，或加 LINE 小老鼠 JUK 2515J。